接下来请收看行走金三角共生关怀之旅。慈悲的力量无远弗届，慈悲的精神永不止息，而慈悲心更是佛法的根本，一切德行的基础。为圆满弘扬佛法之重任，祈愿世界祥和，灾难平息，并为广大群众增长福慧，饶益六道一切有情。慈悲的海涛法师带领来自大陆、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泰国等地100多位资素两众远渡重洋，来到位于泰国北部边境世界著名的金三角，展开泰北金三角共生关怀之旅。百僧齐聚，清净庄严度有情，慈悲喜舍，心香供养续佛命。静谧的清晨中，近300位僧众迎着晨曦，赤着脚，踩着稳健的步伐，在阵阵梵声的引领下，来到金三角湄公河畔，依序的走入庄严的法会会场。金三角共生关怀之旅行程的第三天，大众来到了位于泰国北部清莱府清孔县内的湄公河畔，参加盛大的国际供养百僧大法会。法会恭请海涛法师主法，并邀请来自清孔县内僧众以及泰国第6府区僧长暨清莱府玉佛寺方丈
帕坦拉查努瓦大和尚，南府朱拉隆功僧侣大学分院校长帕查延难塔姆尼大和尚，以及青孔县僧长等长老莅临慈悲应供，现场海会云集，成为当地难得一见的盛会。来自青孔县的信众也扶老携幼踊跃参加盛会，使得现场几乎座无虚席。今天因缘殊胜，是代表慈悲的观世音菩萨者成道日，所以每一位出家僧人也都是为了慈悲而出家，甚至愿意精进修行的功德慈悲布施给所有供养者，让供养者能够得到现世的福报、来世的福报，乃至往生者得到超度。所以能够特别在所谓泰国对面辽国、缅甸、金三角这种地区做这样子的国际共生的法会，特别殊胜，能够让这三个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甚至所有众生都得到持戒的功德、慈悲的功德。所以愿我们今天的功德让诸佛菩萨欢喜，让护法善神护持三宝，让所有六道众生离苦得乐，让我们家里的父母师长长寿，往生者父母祖先冤亲债主离苦得乐。也谢谢我们如意法师跟这么多尊贵的长老法师慈悲应供，大家这么虔诚才能够圆满法会。阿弥陀佛。炉香氤氲中，青孔县年轻的代理县长特别出席，应邀为盛会点火，并致上谢词及欢迎词。经过庄严隆重的念佛祈福仪式后，展开盛大的共僧活动，近300位僧众以行波方式缓缓绕着法会会场步行托钵。百余位义工准备百味饭食、医药、日用物等丰盛结缘品以及礼金，一一潜心供养现场僧众，以敬僧护道，弘扬佛教正法救助，续佛慧命，并让大众得以广植福田，广设佛陀无上慈悲。这次的盛会，大众更是感恩青来府诸山长老及法师慈悲踊跃应供，以及当地的信众及义工们的发心扶持，使得这场规模盛大、意义不凡的共僧大会最终能够欢喜圆满。近午，大众来到金三角青孔县月树松寺，参加殊胜的吉祥经祈福法会。在庄严梵刹的烘托下，寺内林木夹道，古树浓郁，每处斑驳的历史沉积中都蕴含着许多的修行事迹及佛教宝藏，置身其中令人平静祥和，仿如一片清净佛土。佛殿中梵声响起，在庄严的法会中，大众拉着由佛尊牵引出的长线，在主法和尚引导下扬起绵绵梵声，慈悲的法音回荡在古寺的圣殿中，大众一心投入
诸如来菩萨摩诃萨无边愿海，了欲有情诸苦，统目世尊琉璃之光。随后月树松寺住持即青孔县僧长拉达那汤长老带领当地十二座佛寺住持同诵吉祥经，为大众祈福，父母增寿，慈悲加持与会信众，诸事顺遂，六时吉祥。法会中进行感人的共僧活动，大众以恭敬的心一一将文具及日用品献上百余位沙弥的手上，以利安僧办道，法轮常转，正法之光永照娑婆。这次的祈福法会承载着十方大众愿力，共行敬僧护教的报恩法门，以消解无量罪业，达到名扬两地，增上福慧寿命的宗旨，最终圆满供养僧宝的无量功德。当地的妇女团体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嘉宾，特地表演极具泰北地方特色的民族舞蹈。随着乐声跳动，表演的舞者举手投足，表现出精彩而细腻的情感，以感谢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及义工们的善举。在轻快的乐舞声中，大家共享禅悦法喜，洋溢一片温馨。风吹灵动，声传四方，佛教之音悠扬。大众在海涛法师慈悲带领下，在午后来到金三角青孔县内历史悠久的水马寺，参加极为殊胜的袈裟供塔施食法会。水马寺内有座古塔白马塔，四方费时十年，终于在近期修复完成。白色巍峨的佛塔外形庄严，塔身周围有白马环列守护，塔尖则植入苍穹，象征如来觉悟的光辉，历久弥坚，屹立不摇。大众有幸能恭逢其盛，在古塔重修落成不久，即能亲睹壮阔的外观，深感与有荣焉。慈悲圆润的巨幅佛陀金色圣像，安详地伫立在佛殿中央，进入庄严静谧的佛殿，当下令大众的心沉淀下来。法会中，大众纷纷在巨幅的袈裟布上签下自己名字，随后在诵经声中，大家走出佛殿外，并且共同牵引着大袈裟走向佛塔。一二三，往前走，又绕佛塔，当愿众生永离三途，成一切智。那么那多难三藐三不陀居士难奉多波多波梭哈供佛塔袈裟，当愿众生向好庄严，富贵自在，成就菩提，所作成就。嗡阿吽。大众列队缓缓前行绕塔，
一边绕塔，一边缅怀从佛陀引降历来无数的高僧大德，为追求佛法真理与慈悲，出家苦行，弘化的坚韧不履。大众绕塔三圈后，数位小沙弥已在塔上恭候，随即以利落的身手将巨幅的袈裟布逐渐往上拉，并围绕在五塔上。塔上的袈裟布及人民随风飘扬，将大家的慈悲与祝福随着风散播到各个角落。造塔掩命功德经云，发心护持造塔，诸天善神常来守护，三世如来所供承载。随后海涛法师慈悲带领大众修持庄严的烟供施食仪轨，燃熏慈悲烟供香云，回施法界众生，吸受法味供养，六道有情同享善业功德。尽量让自己想到这些众生的苦，所以各位都去老人院啊、医院啊，就像你妈妈生病，你的放在你心里就变成一种悲心了，因为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痛苦，所以能够感受众生的痛苦，这是佛教的精髓，你才会升起一个想要帮助众生离苦的悲心啊！那所有的轮回众生，哪怕是皇帝，都还是在受苦的状态。所有的功德都化为烟供一样，然后遍满整个六道众生，遍满整个虚空。你也可以把你的佛塔观想变成这个白马佛塔，然后呢，啊，嗡啊吽的时候，这个佛塔的每一个部位都发光啊，把功德都布施给十方法界。法会最后，大众在氤氲缭绕中共同回向，为世界无争止战的和平而祝福，并祈愿无边圣福回施法界有缘十方三世六道群灵同享利益，圆满法会功德。随后大众来到金三角青孔县湄公河畔参加放生施食法会，青孔县僧长帕鲁巴旺长老再度带领数位出家众在放生法会中，首先为大众慈悲诵经祈福，随后工作人员由鱼车中捞起成群的大泥鳅，借着输送管由上而下，渐次地滑入河水中。成群的泥鳅在大家的同心协力之下，再次地回归大河的怀抱，心中充满法喜感恩。夜幕低垂下，大众再度回到湄公河畔，参加点灯祈福法会。在悠扬的梵音中，大众首先在广场捧起一盏盏的油灯，点点的星光点缀会场中，明亮闪烁，熠熠生辉。大家共同唱诵音域悠扬的点灯祈愿文，句句悦耳的梵声流泻入大家的心中，一盏心灯，一念菩提，念念正心，念念相觉，为人类及十方有情
前置祈福。随后大会安排两人一组，陆续点起孔明灯，有的义工更在灯上写下心中的愿望，海涛法师也慈悲点起孔明灯，并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冉冉升空。一盏盏的孔明灯缓缓升空，点点的灯火将夜空点缀得璀璨闪耀悦目，辉映着金三角的星空一片透明，也借着升起孔明灯让大家心中的愿望一一的升空。大众更祈愿在诸佛慈悲庇护下，光明遍照世界，温暖大地，觉醒有情，法界海誓共成菩提。护持台湾救狗协会，邮政划拨户名台湾救狗协会，划拨账号500016766，500016766，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8660，012001198660，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启建梁皇宝忏孝亲报恩超度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自9月14日星期二起至9月19日星期日止，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每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梁皇宝忏暨余伽焰口法会，恭请法务指导僧众主法，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火车。一个人如果越来越慈悲，代表他越有空性，我的吧，关心别人超过关心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念这个不动佛心咒，代表要超度他。不动佛心咒可以消除众生的嗔恚心、贪心这个烦恼，能够让堕落地狱轨道、出生道了，听闻就解脱。经典也说，就算一个人临命终了，只要有人在他面前念一遍不动佛心咒，或是让他看到这个咒语，他就可以脱离地狱轨道、出生道。不动佛还有一个特别的慈悲，超度所有被堕胎的胎儿。不动佛心咒还有一个大慈大悲，当你看到有人在杀鱼、煮肉，正在吃它，它很痛的时候，动物身体身上很痛的时候，你帮他念一次不动佛心咒，这个正在被杀、被吃、被煮很痛的动物啊，马上意识就超度。所以每次你在路上看到有猪啊、鸡啊要被杀的时候，
帮他念一个不动佛心咒，希望他等一下没有痛苦啊。虽然我们很惭愧没办法救他，至少不让他有痛苦。所以特别怀孕的妈妈一定要多念不动佛心咒，这些不动佛发的愿母子平安啊，让被堕胎的小孩子不再有这种被堕胎轮回的苦，不动佛心咒。所以我希望大家跟阿弥陀佛往生咒一样，那把它背下来，那念不动佛心咒，我们就会敲铃啊，愿念这个咒的声音到达更深的地狱、鬼道、畜生道，那这转动经幡啊，像各位上面都有这个经幡，这个经幡代表观音菩萨的慈悲，用风度众生，只要它动起来，所有的咒语都会发光，这个咒语碰到骨头，骨头也可以超度。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念不动佛心咒，各位想的所有往生者、祖先、堕胎胎儿、所有被吃掉的动物，来。南无楞伽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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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刚刚啦刚刚啦轮扎啦轮扎啦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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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哈啦扎地哈啦萨瓦嘎玛帕拉摩拉拉美萨瓦萨主人南卓苏哈萨摩拉拉扎呀呀嗡刚刚啦刚刚啦轮扎啦轮扎啦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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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哈啦扎地哈啦萨瓦嘎玛巴朗巴朗那弥陀佛三德难作受哈。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